快走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好吧，拜拜。一天七十，管住不管吃。能，你一住后面仓库，每天早晨6点开门，11点关门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我看你是大学生，才给你这么高工资，要想偷懒，趁早给我滚蛋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来了，要点什么？你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去招呼啊！啊，好。啊，我想吃这个。买买买，真拿你没办法。闺女，你一个人在学校啊，要好好过年，买点好吃的好喝的，千万别苦着自己。要不我给你买点好吃的寄过去？哎，别，我这什么都不缺。哎呀妈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从小到大多独立嘛。行了，你在家好好过年了啊，别担心我啊。你偷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收银？哦。老板娘。哎。货到了啊。哎，好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帮忙呀。哎，你把这些都搬进去。哦。丫头，赶紧起床，耽误生意，你赔得起吗？丫头，你醒了，快过来吃年夜饭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……对不起什么呀？你年龄和我闺女差不多，年纪还这么小，就别逞强了。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。来，快过来坐下。那你女儿呢？不用找了，和同学出去了，就剩我们两个了。现在有你了，丫头，别拘束，和在自己家一样啊。来，快坐下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坐多了，便宜你这丫头了。哦，丫头，你眼里没别的活了吗？你后面牛奶摆完了没有？还不快去？哦。小伙子，麻烦你把这些货给我搬进来呗。丫头，这是给你的。阿姨，你也吃。生命中的善意像繁星一样点亮人生，期间有很多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存在，在你经历困难时温柔待你，无论日子多难，有小卖部老板娘就有乐事。哎，想吃点什么呀？要一碗清水面就行。没钱你还吃什么饭呀？喂，经理，王姐那单你去跟一下啊。王姐那单好多人都拿不下来，这不正好考验一下你能力啊，你月底能不能转正就看这一单了啊。哎，王姐你好，我是嘉禾公司的于千岁，我想给您别和我说这些，我都说了不需要不需要，大清早上门给我添堵的是吧，一见你就烦。王姐，王王姐，电话都给你拉黑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、王姐，我就耽误你2分钟。我们公司的产品真的很符合您的要求，我这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清单，你看一下吧。哎，王姐，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留言册王姐，王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再不走我要报警了。丫头，真不好意思，你一天没吃饭是吧？姐给你转点钱吃饭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做成我这一单，到手也就几百块钱，为了这几百块钱，你至于这么拼命吗？小姑娘，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，这样吧，跟我上楼去聊聊你的方案。